他熟睡，我要给他来个攻其不备。姑娘失策了吧，别以为就你有心机。想偷袭我，看我来个将计就计。读书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不会做的题，这时一定要虚心地向学长请教。学长，不好意思，这道题怎么做呀？作为一个有心机的学长，他的回答是：有男朋友吗？有吗？这道题我不会。学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你走着瞧。喂，我们分手吧。现在可以了吗？这道题我是真不会。防火防盗防学长。